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在这个互联网越来越成熟的时代，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很多老牌企业和新兴企业想要进军海外市场，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，所以这些企业就要建立自己的外贸网站。外贸网站优化，首先就是要了解同类的竞争对手，不能闭门造车。外贸网站优化与普通网站不同的是，外贸网站主要针对的是谷歌，因为谷歌的份额在世界上是有绝对优势的。我们在进行自己的外贸网站优化时，要先充分的了解目的市场，尊重海外客户的用户体验度。在对外贸网站进行优化推广时，就要了解挖掘一下外国人的喜好特点和用户习惯，不能以中国人的思维来进行优化。外贸网站毕竟是要给外国人，他们喜欢什么类型的产品，就在外贸网站优化时多加一些这类产品的分量，优化自己的网站结构，做一些优质的外链。对于 Google 来说，做好外链不仅能提高网站的权重，还能吸引一定的流量。有没有成本更低、更快速度完成 Google 排名推广的办法呢？答案是有的。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，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，在同等长尾词条件下，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。有很多朋友会说，拍视频的成本太高，海量生成不现实，所以今天推荐一款 SEO 神器给大家 ,Cat Video, 采用 AI 引擎、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，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，帮你捕获精准客户。